上神，你就告诉我神尊他在哪里嘛！本座说了多少次了，本座不知道，你跟着本座干甚？谁跟着你了？你搞搞清楚，这里是我家好不好？哎，哼！青瑶，别动。 我叫你别动。这都是什么呀？这地上，这是天毒蚁，有剧毒，传说是当年毒后冥鱼的家宠。要是被它咬上一口，别说是凡人，就算是上仙之体，两个时辰之内，血液干涸，骨肉化水，死得干净又利索。 这么恶心的东西干嘛呀？啊！怎么，你还怕了？怕？本座会怕这种小东西？就算是毒后冥鱼附生，亲至本座面前，本座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的。哦，是吗？那是自然。这么勇敢？青瑶。 你不是不怕吗？这咬我了！你救我！别动！叫你别动啊！ 没想到堂堂的云峰上神，居然会被这虫子吓成这样。这要是传出去，可不被人笑话死了。本座不是害怕，是觉得它恶心。哦，哎，为什么要养这么恶心的东西啊？天毒蚁虽是毒物，但用好了就是灵药。它口气内具有剧毒。 但体内却含有一种凝神去换的体液，用它治疗而成的醒神丹，有青妖血醒精神的功效。我们天族战部与魔族对战，这是必备之物，你不知道吗？本座怎么会知道这些东西？你找我什么事啊？没事就不能找你吗？我来是为了告诉你，袁童被贬斥了。 派到幽都山驻守，昨日就出发了。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了？幽都山的魔气太重，即便是上仙之身，也容易被魔气浸染，轻则影响修为，重则走火入魔。昨日他的部下来我这取醒神丹，我就已经知道了。哦，所以你现在是在为他们？我就是在为他们炼制醒神丹。天毒蚁是穷荒的毒虫，穷荒阴冷，那儿的毒物什么都不怕，唯独怕太阳。只要拿到太阳底下晒一晒，这功效就大变了。那你还放他们出来晒太阳？你就不怕醒神丹失效，他会走火入魔吗？他走火入魔了，你杀了他便是。你是天宫战部的上神，降妖除魔。 不是你的职责所在吗？